中指大福彩连杠75期的最长纪录，12.6亿元投享在新北市永和这家彩券行开出，有一对夫妻一注独得，那也是蛮就是碰碰运气啦。比较会聊天的客人就那几个，最近生意都还不错。这一个月的期间专攻大福彩。高雄德恒马上打电话告诉他太太，那太太竟然跟他回答说：“你是诈骗集团吗？”店员挂起了红布条庆祝，并乐地收下66万元红包。消息一公布，生意也瞬间变好了。尤其是过年前，台彩推出套餐组合，大乐透400元可以兑奖8天 ，B 套餐600元，再加大福彩、威力彩各一注，吸引不少玩家提前预购。鼓励消费者用预购的一个方式，把过年期间加满了这个彩券，一次把它买齐。最少能够成长4%到5%。刮刮乐也相当热门，不管是2000元的大红包，还是100元的，有买有机会。搭上年节列车，台彩赚宝宝。就潘永周一蝶台北报道。